三个动作告别肩颈酸痛。第一个动作是把我们的手搭在对侧的肩膀上，手可以轻轻的下压肩膀。另外，我们的脖子要这样往斜后方动，哎，看起来很像在看不起别人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其实是在放松我们右侧的胸锁乳突肌。第二个动作则是我们做一个绕圈的运动，怎么做呢？我们把我们的手搭在肩关节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做一个绕肩的运动，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梳头发的运动，怎么做？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子像在梳头发一样。当然你真的要梳也可以，但恐怕越梳越乱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梳。第三个动作则是扫细，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往上，在往上的时候呢，我们脖子可以往同一个方向这样子做一个牵拉，这可以放松我们的棘上肌哦。 Yes。